别，好好，过了，不要了，再来。看老师，为了验证 Y 一刚讲那句话，我决定把这一关哦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珠子我按到爽，我按到看它会不会荡掉，好不好？那我底现在可以先提出来。我刚才想开那个关节了，对了。没盖着，我以为龙哥丝毫是差自己判断。一不好反，他接下来火箭星再进星再进星超级中。不过五分钟计谁收的就不用买了。就是对啊，看你们那一千万，他们先钱，你们技术。万一不还在不在？万一你还在吗？我们在做实验，我刚刚说要验证。我是觉得你讲的真的可以参考了。我觉得这次应该比刚久很多了，因为同样都是五分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次路过去还荡掉，那肯定这个就是不能按太久。他设计过对玩家有利的，就是一般出掉。对，不要突然手中掉。过久了吧，我可以转吗？可以转秦安一，先不要转秦安二，好吧？可以转秦安一，不能转秦安二。我是觉得应该可以的，我等下加个弹珠，再给他拖很久时间。我觉得比他久很久很久啦，怎么可能不行？对吧、啊？比他久很久了，来喽，大分之一嘛，我们来了。叠了个珠有没有？失误呢？啊，忘记按龙科，靠腰哎、欸。干，说按龙科忘记按龙科。看看会不会荡掉，顺便做个验证啊！我觉得这样比较实际啊。如果真的会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按太久了，要赶快转。不要出现那个什么，刚才那个整个都没有打的，我觉得就这个可以接受，这个是可以接受，因为这个是我打过的，所以那是 bug 欸，那是 bug 欸，我这样是有打过哦。等一下、哦，他送东西。哦，这个测试一定有人觉得说服力不够，一定。那我们来点特别的，他奶奶把我消掉！注意看喽，各位来了，注意看喽，来了，与伺服器连接中断 bug 即将在各位面前即将呈现了。与伺服器连接中断 ，bug 即将在各位面前呈现了。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呢？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呢？龙科脉动，那个水柱当然是希望天降一下。完全没有伤害的伤害啊！开灯，开灯，开灯，开灯。嗯，叽叽。什么都没有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有些东西太长不一定是件好事。我指的是时间。左下角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。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